这是一场真实的比赛，来自非洲贫民区的13岁女孩要对战上届国际象棋冠军。可刚上场，她就偷偷脱掉了自己的鞋子，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而此时的她还不知道，今天这场比赛将改写她一生的命运。今天的电影改编自历史上最年轻的西洋棋后菲欧娜的真实经历。菲欧娜出生在非洲最大的贫民窟卡推，她每天要考虑的事情只有一件，那就是如何吃饱活到明天。妈妈让她和弟弟去街上卖玉米，必须赚到1000县令才能回家。1000县令折合成人民币不过1.7块，可他们却要跳上一整天滑稽的舞蹈取悦路人。但最近弟弟总是偷懒，菲欧娜悄悄跟着他来到一间破仓库，里面的孩子正在摆弄着一种黑白石子，一个年轻男人在发免费的粥。从没吃饱过的菲欧娜情不自禁地走到门口，男人热情地招呼她进来。这是菲欧娜第一次吃白粥。原来男人是一位足球教练，他利用空余时间教这些上不起学的孩子下象棋，因为象棋可以锻炼他们的思维，磨砺他们的品格，或许有一天还能助他们摆脱贫困的生活。为了吸引他们，教练承诺只要来下棋就有免费的粥喝。就这样，菲欧娜为了一碗粥接触到了国际象棋，而她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班里的高手小胖告诉她，象棋是一种神奇的游戏，当小兵走到底线就可以进阶成最厉害的皇后，小人物也有翻身之日。菲欧娜立刻被这个充满智慧的游戏所吸引，而她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天赋。一年后，菲欧娜打败了教室里最厉害的棋手，而她最后用的那几招教练还没有教。她问菲欧娜是不是偷看了自己的书，谁知菲欧娜根本不识字。教练意识到眼前这个女孩是个象棋天才，她立马来到象棋大赛的报名处，可对方一听是贫民区的孩子连忙拒绝，因为他们会带来疾病和细菌，同时提出了每个人7块钱的报名费，想让那些孩子知难而退。为了让孩子们相信象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，教练冒着旧伤复发的风险踢了几场球赛，终于替他们凑够了报名费。就这样，一辆载满梦想的破巴士开进了全国最有名的大学。但刚一进学校，孩子们的歌声戛然而止。这宽敞平坦的操场，整齐划一的制服让他们心生畏惧。晚宴时，他们坐在干净整洁的学生中显得格格不入。这天晚上，教练来到他们的宿舍，所有床铺整整齐齐，丝毫未动。这群习惯了苦难的孩子竟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睡在地上。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国际象棋大赛，因为他们破例让贫民区的孩子参赛了。这个短发小姑娘就是贫民区的种子选手菲欧娜，她要对战这个看起来深不可测的男生。比赛开始，两人同时伸出右手，这是国际象棋的基本礼仪，可男生却嫌弃地在桌布上蹭了蹭。面对挑衅和蔑视，菲欧娜不为所动，因为她知道棋盘才是自己的战场。你来我往间，赛程已经过了大半，这时对手突然发起进攻，谁知菲欧娜不仅没有慌张，反而接连拿掉对方2子。原来她刚刚是故意卖了一个破绽，菲欧娜首战告捷。可直到走出赛场，她还在怀疑自己真的赢了这个上过学的城里孩子吗？回到贫民区，教练立刻安排妻子教菲欧娜识字，因为想要进步就必须得看书。可偏偏在这时，菲欧娜的弟弟被摩托车撞伤，来到医院，医生却说没有麻药了，妈妈只能让医生硬生生将伤口缝上。可刚做完手术，妈妈就狠心拔下了弟弟的针管，逃出了医院，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钱交手术费。回到家，房子又被人上了锁，房东将他们的东西一股脑扔了出来。这一夜，母子四人在街头流浪。菲欧娜不知道人生这场苦难什么时候才有尽头，而象棋真的能改变自己的生活吗？第二天，光鲜亮丽的大姐给他们扔下了几张钞票，她正跟着一个有钱男人讨生活。看着大姐的背影，菲欧娜陷入了迷茫。棋盘上她所向披靡，是赛场上最大的赢家，可回到现实，她却不得不向这贫苦的生活低头认输。也许到最后还是会和大姐一样，用青春换几年安逸人生。于是菲欧娜再也没有去过象棋教室。得知此事，教练找她下了一盘棋，可刚走几步，菲欧娜便溃不成军。眼看败局已定，她直接放倒了自己的国王。看到眼前的女孩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神采，教练告诉她，别人的人生或许有很多选择，但对于菲欧娜，象棋却是改变人生的唯一出路。永远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国王。在教练的鼓励下，菲欧娜重拾象棋，收获了一枚又一枚的金牌。这天他们正在切磋，菲欧娜却犯了个十分低级的错误，教练大发雷霆，可她却笑而不语。一番推演后，她直接反败为胜，教练目瞪口呆，她竟然能提前预判八步棋以后的局势。教练知道自己已经教不了她了，菲欧娜应该成为国际选手。很快她便受邀去苏丹参加了国际锦标赛。菲欧娜第一次坐了飞机，第一次游泳，第一次吃到了薯条，这里的一切一切都像天堂般美好，而他们也不负众望，拿下了国际冠军，享受着无数的光环和荣耀。可当他再次回到那个破落的小屋时，昨天的一切就像一场梦。他不再卖玉米，不再做家务，每天抱怨着生活，因为那些手下败将都可以穿着漂亮的衣服，吃着精致的点心，在电脑上练习象棋，凭什么自己这个冠军却要蜷缩在贫民窟里挨饿？看到他的变化，教练有些不知所措，
因为没有人能接受如此大的落差。这天，菲欧娜想起一个对手曾说过，只要在奥林匹克大赛上赢得一半以上的场数，就可以参加俱乐部赢取奖金。急于求成的她不顾教练的劝阻，给自己报了名。就这样，菲欧娜成为了第39届奥林匹克中最年轻的选手。比赛前，教练不断叮嘱她一定要稳扎稳打。可此时的他早就听不进去了。不出所料，急于求成的菲欧娜频频出错，几招下来，他输得一败涂地。一起败下来的还有他的心气儿。也许自己的命运注定无法改变。这天，妈妈和姐姐发生了争执。原来姐姐怀孕了，而那个素未谋面的姐夫已经无影无踪。这天晚上，菲欧娜连夜跑到教练家。再过不久，就会有男人追自己了。她不想像姐姐一样被玩弄、被抛弃。可人生如同棋局，自己的安全格又在哪里呢？教练却告诉他，输棋不等于失败，下棋亦是成长。世界不会改变，能改变的只有你自己。只要重新开始，永远都不会太晚。一年后，菲欧娜再次代表乌干达参加了第40届国际象棋奥林匹克。赛场上，菲欧娜淡定地脱掉鞋子，像个裸脚狂奔的战士，一无所有却又无所畏惧。一番激烈的厮杀后，菲欧娜终于露出微笑。小兵变后，她赢了。这个16岁女孩成了乌干达的英雄，更成为了所有平民孩子心中的希望。不久，出版社为菲欧娜出了一本自传，她用这笔稿费为妈妈安置了一个新家。视频中左边的就是真实原型人物，她是乌干达第一个获得女子国际象棋大师称号的选手。虽然一出生就被命运裹挟，但她却为了梦想逆流而上。经过不懈努力，她终于用象棋改写了自己的人生。